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FM Azora Land。我是 Azora Chin。Azora Land 里的第五首歌曲《到时间》，你们都听了吗？身边很多朋友听了歌过后，给我的反馈都不一样。有些人想到了失去的家人，有些人想到了分开的伴侣，有些想到了陪伴自己很久的狗狗，那你们呢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给了我一种永恒的感觉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感情是永恒的？我想了很久，有两个方向，一种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能够幸福地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另外一种，就是即使永远见不到了，但是永远活在你我的心中。换个方式存在，是原本的歌名，也是整首歌的主题，包裹了整首歌一个特别的氛围，像是你离开了，又好像没有离开。期待下辈子，又或者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相遇。你要等我，先让我好好的活得让你感动。在见面的时候，依旧是那个曾经的我。这首歌歌词的部分，要特别感谢小韩老师，因为处女座的我在这期间又不断的和老师各种复杂的沟通，所以这一次特别辛苦老师。编曲的部分呢，雷子哥也加了很多的细节在里面，像是间奏的苏格兰风笛，给人们一种特别浓烈的情感寄托，思念、爱、遗憾，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都包裹了在里面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所有的起起伏伏的弧度都是相等的，人生中也有好多的来不及，也是这种来不及让人们开始懂得怎么去珍惜。所以一定要珍惜当下，让彼此记住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分开的时候固然是难过的，忘不了你也不代表我走不出来，只是你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了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幸运被你爱过，我会勇敢地活着的。好啦，这一期的 FM Azora Land 也来到了尾声，希望大家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找出那个他，和他分享最近的感受。感谢曾与你相遇在这个时空里，我会继续在这里守护你我的梦，等你重回我的胸怀。不管宇宙还是人海，你一定要把我认出来。下面请收听来自歌手尤长靖《到时间》。